来，这出叫做要来放那个啥半月豆来。啊，伊这直接无违反一公一母的，哦，讲那些，啊，硬件硬的超我，我所以，我就是先放一只，哦，先放这只，啊，这对温对足够的，怕他们会吵，所以来，真的现在两个脸嘛真暗呢。这只，今仔日要放这只，哟，我把你看真壮观呢，麦走，白龙穴，对，好，啊这边来放，我想一下，这垃圾水，啊这一只安尼就好了，我知，就像迄。主人的头家咧放鱼，对啦，哦，所以较早伫遐咧帮头家放鱼，咱嘛会当学着一寡物件，放鱼来哦，这就叫做比比放鱼哦。好，好，哦，先安尼。看一下，我抓出来，水，有被夹哦，跑去后面了。伊还佫探险，起码是敢一工一尾，甲放应该是还好啦。因为这所在较大吼，所在较大是觉得还 OK 的。既然伊讲。舵鱼不是用鳃在呼吸，但是也是在呼吸啊！哼，这个酷鱼面呢，舵鱼是安生生真水呢。哇，有龙公鱼啊，去哩！树叶动嘞，来啦！白龙水给你拍照，龙公树叶，搁龙公鱼啊！你卡掉的呢？赞成另外一只，干嘛放落煞放落？我可能我放放落好啊啦。赞成另外放落煞放进来。走底遐，鱼只较大，我感觉只较大，空间较大，应该不至于小家。先这样。